者陈慧琳台北报道，艾莉和老公赖思祥在入一岁大的儿子金宝同游法国，还在埃菲尔铁塔前拍下全家福照片，网友看了直说金宝好幸福。而他的出国前特别电召 SELINA 去看看金宝，没想到 SELINA 的玻璃心却被金宝伤害。今天 Alan 分享在法国的美照写道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放假就是要全家人在一起啊，金宝纯净的心灵带给我们在巴黎无比快乐的回忆，明天前往深山秘境，请纯金宝带领我们寻找纯净水。昨天 Selina 出席阳光基金会公益活动时谈到，由于这次 ELLA 全家出国时间会比较长，因此打电话提醒他要不要先去看看金宝，免得到时候太想念。 Selina 立刻飞奔去 ELLA 家看金宝，看到金宝推住他送的满周岁生日礼物学步车， SELINA 还蛮开心，没想到金宝一接近他竟然大哭起来。 SELINA 说，我的玻璃心好受伤，好像我是石魔牛鬼蛇神。 SELINA 透露玻璃心被金宝哭声伤害，阳光基金会提供 Ellie 又抱住金宝跳起来，翻摄自脸书ELLA 和老公带金宝的巴黎旅游，摆设自脸书。